拍了是不是？啊哈哈，有点心虚，绝技会一直跳错啊哈哈。No, can't you take a pin? Why don't you take it easy? Please don't cry, please don't cry. 哎，这算是我第一次拍跳舞的 MV 哎。这样会会紧张啊，很怕跳错。然后就是你知道，很怕那气势出不来，对啊。但我现在是以唱跳，就是边唱边跳的 level 的想法在跳，对啊，就是没有要真的完全 dancer 啦，就是太，但大家可以学习啊，因为这次这首歌会有很多版本，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版本之前，应该已经看到一个非常厉害的英文教学了，可以大家可以用着我的那个空耳版本，就是 peace 动快 ，peace 动快。一起跟我学来一，好，大家去看，好啦。你练了多久？认真练还是形式力上的练？认真练几天吧。对啊，因为其实刚好现在卡在那个宣传期，所以变成是就是只要抓到空档就练一下练一下这样。对，但还好啊，小瓜有尽可能帮我，不要太复杂。对啊，怕你知道受伤之类。我小时候 like 很小，幼稚园升到小学的时候有学芭蕾舞，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内八字，所以我妈妈就说芭蕾舞不是到外八吗？就是改修正我走路的方式，然后是真的有一点点效果。然后后来其实一直对跳舞还蛮感兴趣的，只是没有认真去学，所以这次呢就小瓜老师帮忙编了这支舞，就觉得哎还蛮适合我。这首歌我跳起来特别有感，因为它是我的故事，它就是我之前 dating 的故事，所以就是脑海中会有一些画面。啊哈哈。I don't want another drink. Can't you take a hint? Why don't you take it easy? 应该是我跳舞跳最多次的。那冰要闹钟那边几次？一次。真的耶，哇！舞者哈，要做舞者。你爬？没有我们的事。应该从那个，是从第二 part 还是第一 part？ 是从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？Hello， 我觉得跳拍舞蹈 MV 最难，就是卡完之后突然要从某一分某一秒那边开始跳，然后那我不是专业舞者，我的舞一定要连续的跳，不然我会呛掉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处在我们现在要干嘛的状态。三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哥哥的舞蹈教室。我刚想说，小瓜的舞蹈教室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教大家一个舞蹈，就是这一次这个。Please don't cry， 老师，我 English 对吗？你的 English 非常 good。那我们的手势的舞蹈呢，非常简单，就是五、Please don't cry 的时候，要女明星的流眼泪方式。Oh、yes， 你得金钟奖。Oh my god， 金马，就是这种情绪，金曲奖的时候就可以这样用。所以我们要说 Please don't cry。Please don't cry。Please don't cry。 这个舞蹈是非常简单上手，因为格格他本身呢跳舞虽然还没有非常非常的深入在做这些学习，可是他只有两天的时间就把它学会了，所以大家一定可以马上学会这支舞蹈，然后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。刚刚有听到格格是唱现场的，就代表说他的实力非常坚强，又加了一个舞蹈，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全台湾数一数二数三数四数五的唱跳歌手。因为还有很多人怕会被骂，不能说数一，所以就是希望你可以把这个舞蹈可以让更多人学习这样子。耶、yeah ！然后大家学起来记得在 IG 跟 FB tag 我们哦。大家可以一起来，请别哭，五一五。